大家好，欢迎观看这集的白话汽车，我是白宁啊。今天咱们说一辆我们的节目绕不过去的车，奔驰 GLE 啊。为什么说绕不过去呢？我自己啊，去年年底刚刚荣升为了它的竞品宝马 X5 的车主，同时我们也拍过它的另一个同级车型大众途锐啊。去年我们拍过最新的保时捷卡宴酷配，可以说这一级别的德系的中高档的这种豪华 SUV 我们都给拍遍了，就差奔驰 GLE 了，所以这车是绕不过去的，也是我和大家都非常期待要看看怎么样的一个车啊。我们现在脑子里有 X5， 有途锐，有卡宴，那么咱们看看它怎么样，奔驰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与众不同的体验。咱们来看这 GLE 的外形设计啊，很多朋友都觉得啊，刚刚见到这车的照片或者见到视频的时候，觉得这车特别难看啊，觉得特别没有气势啊，特别，但是见到真车，我相信你就会打消这个感觉啊。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，今天咱们就把它给聊明白啊。首先我们看车头，奔驰这一代所有的车都用了一个倒三角的造型元素啊，当然在轿车上是三角，在 SUV 上就发展成了一个倒梯形的造型元素。这样的造型元素其实在专业设计师的领域是不是有人太敢用的，因为说实话不好用啊，就是想把它玩好挺难的，玩不好这车就难看了，就砸了啊。奔驰玩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，我们见这个倒梯形的中网啊，它制造了一个立体感，变得非常时尚啊，是这种点阵式的中网，不再是原来那种全都是大横条的特别传统的中网。然后这个灯也是上面大下面小，比较犀利看起来，但是呢你看真的你就会不会觉得很耷拉眼啊，不精神那种感觉。里面两道 LED 啊，并且这个是带 LED 矩阵式大灯的，整个前脸做的立体感非常的好，整个保险杠啊分好几个层次，立体感非常的好，而且尖端全部都用了镀铬条。奔驰用镀铬条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高手。这车的侧面用了奔驰的一个整个这一代车的一个设计理念，叫感性纯粹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用极简的设计元素来表现车的线条啊面，它没有特别复杂的腰线翻转腾挪都没有，非常的简单，就这儿一道非常轻描淡写的腰线贯穿到后面，剩下全部都是大圆弧。它用最简单的曲面来制造车身的情感。当然这样的设计就会有一个吃亏的地方，就是在拍照的时候它会显得比较垮啊。真车我们是看还是非常好看的这些曲面，但照片就会很平，就是大家为什么觉得这车长得不好看的一个原因啊。其实见到真的你是没有这种感觉的。那么整个 GLE 的侧面造型呢，我觉得是它整个造型最遵循传统的一面啊。这车发展到现在已经第四代了啊，从最早的90年代末的 ML 开始一直到现在，永远都是圆圆的线条，然后前面成员舱是用镀铬勾勒，然后最后一块尾窗是和后尾形成一个整体往后去的，制造出来一个类似于游艇舷窗的那感觉。我一直觉得 GLE 的最后一块窗是非常好看的啊，做得非常成功。它的后尾设计跟前两代比变化也是非常的大。首先我们见到了一个也是倒梯形的尾灯啊，上面大下面小，而这个尾灯的面积非常小啊，做得很秀气，非常优雅的一个曲线就把它结束了，让整个后尾的风格看起来特别的慵懒，特别的舒服啊。而且我们仔细咂摸一下这几个线条用的真的是非常的精到啊。我们看后窗这一条直接围过来，围了后尾一圈，然后尾门的这个缝也是围了一圈啊，然后这个上沿和尾门它正好切，这几条线条用的非常的精到。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觉得这后尾也是啊，从照片上看不好看，没有气势，是吧？就是还是那个原因，就是你从照片上只能看到小小的尾灯，但是你看不到这些曲面的变化啊，曲面制造的情感，所以会有点不那么上相。它是用曲面和曲线制造出了豪华感。咱们来看 GLE 的后备箱啊，这么大的车后备箱空间肯定差不了，都差不多啊，都挺大个儿的。电尾肯定是要有的，是吧？咱们这空悬的车带装载模式，它可以在装载的时候下降一点。最令我羡慕的是，看到这两个钮了吗？这车的后排其实电动调节的，那么如果你把后排调节到前面去，在折座的时候就会有问题，你折不下去。人家电动的，啊，看我一摁，座椅自动退到适合折座的位置，然后自动折下去，这太厉害了啊！而且这并不是一辆特别高配的车都配有这个配置，
这是非常令我羡慕的，非常奔驰的一点。咱们来看这个新款 GLE 的内饰啊，奔驰的内饰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可以说引领潮流，并且它的质感一直都做得非常的好。首先，奔驰这一代车最流行的大连屏安排上了啊，这个不再是一个仪表旁边一个屏，大连屏非常的显好啊，非常的高级，而且被无数的厂家引用这种方案，是吧？现在无数的车都是这种大连屏，都是跟奔驰学来的。好多朋友觉得不喜欢现在车的大屏啊，显得没有质感，各种，你无论你怎么说，大屏在你面前就能镇住你，感觉就是特好，没办法啊。而且奔驰在皮革缝线和桃木的运用上一直水平还都是比较高的啊。我们看这个整个的仪表台啊，门板全部都是真皮包的，这个缝线走得非常的好看，这几条接缝非常讲究。同时奔驰有一大本事，就是会使桃木，即使是现在很少有车用的，大家都觉得特别油腻的亮面桃木，在这车上依然用得非常的华丽，同时不油腻。看门板上有一大块立体的贯穿的这块连起来，然后中控这块也是一个大桃木，它这个置物栏用了一个帘子的形状啊，也是亮桃木的，特别显好。我觉得显好原因，一方面是桃木的这个颜色调的还比较好，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银色的出风口也好啊，条也好啊，搭配的特别好，会把这桃木小心翼翼的给它包裹起来，镶嵌起来。现在新款的方向盘小圆气囊盖的，然后两边带触点的啊，触摸式的，这个是管仪表这块屏，这个是管旁边这块屏啊，中间的这个总控也是触板式的，非常的灵敏，非常的好用。我们之前印象中的这个活动的，其实现在只是一个手托啊，这是触板，这样一扶上去又上档次又好用。后面是底盘升降啊，咱们这辆车带空气悬架的，座椅也是用了非常流线的奔驰新一代车的这个版型，包裹性很好，舒适性也没得说啊，用的是 Artico 材料，后面维护保养起来也会比较方便。我们来看这车的屏里面有什么。首先奔驰的氛围灯是玩的比较早的，我们知道在这一代22的 S 级它是最早开始玩这种多彩氛围灯的，后来到 E 级啊，其他的车也都开始有了，这辆车也是，而且它给这个氛围灯做了很多层次感。我们见到这儿有一条啊，这里面包括这个门抠手和下面的储物都有投射式的啊，从缝里投出来你见不到光源，这种氛围灯。最有意思的是他们给不同的灯光搭配取了非常好听的名字，像这种紫月暮光啊，大漠晚霞，就不同的名字，然后它根据这个场景，大漠晚霞会有什么颜色，会有红，火烧云的红啊，沙漠的黄啊，它把它搭配得很好，制造不同的意境，晴空破晓，旭日初升，就很有意思。他会用一些成语，用一些非常优美的词儿来形容这些氛围灯的搭配啊，包括整个这套系统的设计也是这样啊，它非常的赏心悦目，非常有诗意。我觉得这是奔驰的内饰所带给我的一个不同的感受，非常的感性，非常的细腻。大家看这儿，它有场景，不同的场景都有一张特别漂亮的图啊，冒险、旅行、经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如果你想冒险的时候，你进入冒险模式，它会把你可能冒险时候需要的显示提示在这儿。比如这辆车啊，目前的这个角度啊，底盘的高度，越野模式，油门刹车的使用的程度，就车的状况在冒险模式里给你体现出来啊，然后可以直接就到车辆这儿了，发动机能耗，它觉得你冒险的时候可能需要这些东西，这个非常有意思。然后其他的模式也是这样啊，我们现在到这个旅行模式来看，旅行最需要什么呢？导航啊，你到旅行模式导航就出来了。其实特别简单，就是一个导航的事儿，但是它会把这东西弄得比较的让你看起来赏心悦目，是吧？比较诗意一点。咱们看 GLE 的后排啊，这个我觉得是最让我羡慕的一个位置，它的后排空间非常宽敞，最重要的是它是电动可调的，而且调节余地非常大。现在我坐的是最小空间，就这样，我往大了调，你看能调这么大一截儿啊，这空间就非常大了。靠背也是电动可调的，连头枕都是电动可调，你受了吗？哎，我觉得如果论乘坐的话，这车是在这个级别里没得说的啊，后排的乘坐舒适性，而且有些细节你能感受到奔驰车的这种质感。看上面这扶手了吗？
真皮包覆带缝线的，就是虽然很多人根本看不到这儿，或者很少用这扶手，但是它用真皮这么一包，你就觉得这车档次一下就上去了。咱们来开一开这个 GLE 350啊，聊聊它的驾驶感受。首先还是用一次夸一次的奔驰的这个小怀档，真是太好用了，往下一压就前进，往上一推倒退，一点就停，特别舒服。这车整体的坐姿呢还是非常舒服的，奔驰车的这种坐姿，它的整个大屏幕做得非常的立啊，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出于避光的考虑，如果它太往外的话可能会照着光啊，所以比较立。视野呢说实话不是很通透，因为鼻子比较高，就这个前面的仪表台做的比这个屏还要鼓起来一块，对，我们要越过一个非常鼓的一个小山儿看外面啊，所以视野不是很通透。但作为 SUV 来讲呢，你只要把座椅升得足够高啊，其实该看什么还都是能看得见的。整体开起来呢，因为这个车是有空气悬架的啊，所以底盘的质感还是挺润的啊，还是挺不错的。在这种长波的路面，它会比纯弹簧悬架的车要稳，没有用的晃动会少，然后过颠的时候它也会过滤得更好，这是空气悬架的加分项。虽然它日后得花钱修吧，但是确实是用起来确实舒服。那咱们这辆是350是 2.0T 258马力370牛米，0到100 7.4秒啊，装了一个 9AT 变速箱，就这么一个搭配。这个 2.0T 配 9AT 给我的印象呢是，只要你跑起来啊，只要你把转速保持在2000转左右还是没问题的啊，动力的输出够持续，换挡也够平顺，但如果特别慢慢的走走停停的话，有时候会有一点颗粒感，而且包括它 9AT 其实档有点多，所以它在低速下会频繁的换挡，然后你又不给油，扭力又不是很充足，这时候有一点顿挫的感觉。但只要油给够了啊，保持转速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条动力系统，绝对不肉，绝对够使。这个不用担心买 2.0T 的会肉啊，日常行驶绝对够快。然后这辆车的转向是一个电的助力转向啊，日常用起来非常轻，它有一个非常刻意的一个回正力，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，就是当你每次无论什么原因打方向的时候，它有一个非常强的力帮你回正，而且一定要回得特别正，这个强到你感觉像有辅助驾驶一样啊，咱们这辆车是没有辅助驾驶的，这个是奔驰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设定啊，我倒是有利于行驶安全，但是开起来需要稍微的适应那么一小小小啊。总体来讲这辆车还是一辆地地道道的奔驰车啊，开起来非常的温润舒适，内饰质感也非常好，你会非常渴望开着它去跑长途去旅行啊，开一天也不会怎么累的那种车，我觉得这是奔驰的一大核心价值。但是这里面也包括它的静音啊，静音性非常好，整个底盘的素质都包括在里面，共同营造了这感觉，这是奔驰的核心价值。这就是今天带大家一起体验的奔驰 GLE 啊。奔驰 GLE 首先它是一辆奔驰，它拥有奔驰车的所有的特点，比如拥有传承的经典的外形设计，漂亮的细腻的内饰啊，温润舒适的驾驶质感啊，这都是奔驰车特有的，并且它非常注重乘坐的舒适性，我们见到了非常令人羡慕的电动调节的后排座椅啊，这都是 GLE 的优势。我觉得它更适合那种更顾家啊，更顾是全车所有人感受的，平时这个车经常坐满人的这种用户，会给全家带来非常舒适高级有质感的驾乘体验。咱们这辆车呢是一辆 GLE 350，裸车价格是72.98万啊，选了个10000多块钱的轮毂啊，我觉得这个搭配也还不错啊，如果预算更充足的话可以考虑买450车型啊，那个就是比较理想化了，当然价格也比较贵，而现在应该是有不同程度的加价啊，可见这一类车现在还是非常受欢迎的。我们知道在豪华车领域，尤其这个级别的车啊，奔驰宝马从来都是神仙过招啊，没有谁的产品会明显的差于谁，都各有各的优势，各有各的风格，各有各的特点，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，我可能更重视这个驾乘感受，或者说更重视驾驶感受，更重视动力操控，不一样，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车，没有谁好谁坏，只有你喜欢哪个，他们把各自做的都非常的好。感谢大家收看这集的白话汽车，咱们下周再见。